啱啱有啲信你寄俾你嘅，我谂对家俾你注意好啲。 佢之前坐監嗰時寄俾我嘅，佢裡面咧都有寫，叫我去探佢監，因為佢接受唔到我同佢分手。我記得我嗰時去探佢，我仲鬧得佢好離譜，叫佢以後唔好再揾我。 做得好唔啱，算啦，唔好再睇啦。你而家睇嚟做乜啦？波波，你话俾我听，我系咪唔应该唔俾机会佢？我系咪做错咗啊？你话俾我听好唔好？其实。 我见翻佢之后，我真系好想俾佢明白，我系真系唔系咁值得俾佢爱噶。我唔想佢再嘥心机同时间我身上，因为佢唔会得到回报。我真系咁，我觉得我自己做错咗，系咪？我系咪做错咗？你话俾我听。中意一个人冇话值唔值噶，你觉得你自己唔值？ 佢觉得你值得咯，况且见到自己中意嘅人开心嘅话，自己就会开心。如果你想佢而家喺第二个地方都觉得开心嘅话，你应该我可以吗？ 哇！要得哇，仲抖要得抖啊！不过种出嚟嘅瓜唔似瓜，抖唔似抖都冇所谓，总要付出之后有回报啊嘛！而家你觉得唔系？喺今晚之前咧，我都仲会相信我系嗰一种只闻耕耘不闻收获，就算第日饿死都无怨无悔嗰啲浪漫农夫。 今晚之前发生咩事啊？我知你朋友过咗身，你好唔开心，但系系咪有其他事发生咗啊？想唔想知咩叫浪漫农夫啊？浪漫农夫就系嗰啲一直以为不断咁对对方好，为对方付出，就系叫做爱情嗰啲人咯。其实对方咧。 一路唔拒绝你，唔离开你，只不过系佢唔好意思开口同你讲，先生，你只不过一直咧逼紧我要你啲嘢咋？而我最口硬嘅地方咧，就系我知道由始至终都冇我份噶，但系我仲会沾沾自喜咁样。 收埋对方嗰啲一笔一笔嘅人情，原来都系结婚相咁样揽住揽实，以为咁就可以过得下半世。其实我同其他人一样，我一边谈性，我都一边计数。不过我将减数当加数计啫嘛。 明明俾我零分，我就自己当咗攞咗100分，所以我日日都好开心，我日日都好浪漫嘅。
T-Max 隻新股揾我哋做策略 partner 單嘢，傾緊啫嘛，都未正式公布，出面已經吹到冚冚聲。T-Max 業績咁好，新股一出十點喎，其他公司仲爭住蝕位咩？我都冇筆。我有。唔係咁邪嘛，都唔得。唔緊要啦，聽朝兩翻公司簽。咁我走先。紙筆壞咗啦，幫佢抌咗。唔好啊，你哥送嘅。嗰陣我補翻 U 佢送俾我嘅。咁有紀念價值，我幫你整翻嚟。唔使啦。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